Hey, 我介紹一下自己先。咁我係 Venus。咁咧我就係一個旅遊博客啦。咁我有寫自己嘅Facebook 網頁、網誌、IG 都有嘅。咁咧就叫做不丹命中注定的旅程咁樣樣。咁咧就之前咧過去呢十年咧，咁我都去咗十次不丹。咁我係一個普通遊客嚟嘅啫，真係一個遊客。我自己唔係做旅遊業界嘅。咁就都有啲傳媒朋友都俾即上面有時啊，我啲關於不丹嘅話題啊，揾我上去可能電台啊、電視台啊傾下偈啊咁樣樣啦。咁咧嗰日咧有朋友咧就改咗個名，話咧叫我做咧呢一個咧民間不丹公主，因為咧話我嗱唔係其實唔係話我咩，話咧我樣咧我身形有啲似不丹嘅公主，呢、這個係不丹嘅大公主同大富豪。上次咧就係威廉王子去不丹嘅時候咧，佢哋就接待嘅，呢個係我似嘅嗱，大公主靚好多㗎嚇，我係似個身形有啲似佢啫。